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焕堂高老师。那么，首先感谢你再来到我的课堂上。那我们现在来继续这一节课的一个小单元。那我们继续谈的是这个 IPC 的这个架构。那我们已经说明了 IPC 的基本的结构，那也谈到了，也介绍了这个 IMEI 的接口。谈到这个 IMEI 的接口，那么我们接下来要来谈的是怎么使用这个 IMEI 的接口，怎么去用它。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谈的是 IMEI 的接口的这一个结构跟它的内涵，以及它的定义在 Android 的这一个像 MIDI 等 Java 的这种源代码的文档里头。那我们了解了 IMEI 的内涵跟结构，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怎么来使用它啊，使用这一个 IMEI 的接口。那我们当然知道，这个一定是跨进程的时候才会用到这个 IMEI 的接口，所以我们一定会想象，比如说这边有个 client 在这边的进程呢，这是 client，那这边角色是一个 server 这个角的。然后呢，MI 的接口呢，就是来做这个跨进程的这个通信之用，而且是双向啊，双向。譬如说，这边有一个 IB 接口，那么它就可以透过 IB 接口来访问这个 server。同样的，当 server 要反向来访问 client，一样在这边再弄一个 IB 接口，它就可以透过 IB 接口来访问这边的 client，所以它是双向的一个应用。所以我们在谈使用的时候，那要了解 IB 接口并不是只有单向，它是双向都可以使用，它是要透过对方的 IB 接口就可以访问对方，所以要在这边创建一个 IB 接口，client 就可以来访问他，那如果反向这边再弄一个 IB 接口，就可以来访问他。OK，那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初步先说明它的使用，使用。那我们现在再来详细来说明它的这一个过程。那我们先来谈一谈，我们举一个例子，那透过这个目的，来告诉你怎么去让它两边可以建立出这个通信的一个远程通信的环境，好像这是一个这个牛郎这是一个牛郎，这是一个织女。牛郎织女，OK，那他这个牛郎怎么找到这个织女呢？所以基本上我们要想一个办法。第一个，牛郎要经过这一个媒人来介绍，所以呢，这个媒人我们说过叫慈禧太后，也就是属于 Android 的框架。所以透过这个框架，牛郎透过框架来找到织女，OK？那找到织女之后呢？这是第一个动作。我们先了解一下，第一个动作，先介绍，也就是配对，先找到这个织女。第二个呢，
要建个喜鹊桥，要建个啊建桥铺桥。啊，建个喜鹊桥。第三个呢，相会。啊，7月7号喽，要相会喽，对不对？所以总共就只有三个步骤，这个任何人都可以体会得到的。好，那我们现在就来说明怎么去实现这三个步骤。所以目标很清楚呢，我们就是要让这一个 My Activity， 好，你可以看得出来这 EIT 咯， E and I 咯，这是 T 咯。好，然后这是我们心目中已经介绍过的，就叫做配件咯。好，用我们的 EIT 的术语，这叫配件咯。好，那么怎么让我们的 user 呢，用户呢，透过 My Activity 的 UI 提供的 UI 画面，那么来使用找到我们的配件来播放 MP3 呢，对不对？这是我们的目的。那我们就来说明在 Android 里头怎么达成这个目标咯，怎么让牛郎跟织女可以相会咯。那怎么办呢？当你在想不通的时候，就联想到 EIT 造型咯。所以把这边放上去一个 EIT 造型，那么看看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咯。 OK， 好，那我们就来用一个 service， 因为我们都想也知道咯，这边的 activity 跨进程来访问 service， 大家都已经有这个经验咯，所以这个就把 service 跟 my service 当作 EIT 的内涵咯。也就是说 EIT 的造型是一个集装箱咯，集装箱里头放的是 service 跟 my service 咯，有鞋子有袜子或者是啊这个其他的内容都可以咯。那么我们现在是把 service 跟 my service 当成集装箱的内涵啊，装成集装箱的内涵，把它放进去，就构成这样的一个结构咯。好，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一个啊，这个之前的比喻叫做小李子咯，小李子呢可以找到格格咯，格格就可以来播放 MP3 咯，所以这个小李子就听得到 MP3 咯。 OK， 所以我们用小李子格格来做比喻，那么也可以用牛郎跟织女来做比喻， OK， 让你可以了解他的这个情境以及他背后该怎么去实现。但是呢这里有一个缺点哦，这个 service 呢本身没有 IP 接口哦， service 没有 IP 接口，也就是说这个小李子或者是牛郎啊，那要找到他，但是因为跨两边哦，对不对？跨两边，所以我们用小李子来比喻好了。这小李子找到哥哥咯，找到哥哥。啊，找到哥哥。但是问题是哥哥没有 IP 接口咧，怎么办？跨进程需要有 IP 接口才可以。啊，那怎么办呢？啊，所以就遇到了困境咯。OK， 这个牛郎跟织女就合不起来咯，没办法相会咯。那么怎么办？怎么办？啊，所以我们这边在说明这一个 service 本身没有 IP 接口，那么 activity 就没办法访问它咯。因此我们需要借助于一个 IP 接口。OK，IP 接口。所以呢，我们再来想一个。这边再放一个 EIT 造型，也许就可以解决了，有没有？就可以解决了。所以这边是 EIT 造型，这边也是一个 EIT 造型，我们再加一个 EIT 造型。 OK， 好，那这个是属于格格咯，
格格的 EIT 咯，对不对？然后这个是小李的 EIT 咯。那这一边叫什么 EIT 呢？这边是格格旁边的奴婢奴婢。阿头，好了，或者阿头，丫头，OK，所以这是阿头的 EIT 咯，所以三个 EIT 组合在一起，也许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咯。但是这个 EIT 一定要提供个 IP 接口，我们想也可以知道，如果这个 EIT 没有 IP 接口，那么这个小李子还是没办法跨进程。的去访问他喽，所以就把这个 mind 跟 my mind 当成这个 EIT 的内涵。那 mind 本身有一个 IP 接口，还记得吗？这是上一节有谈到的，因此就可以通起来了。我们把桥铺起来喽，那么就可以相会喽，有没有？所以这是牛郎的 T。这是织女配件，织女。那透过两个，这是桥咯，两个这个 EIT 组合出来的一个那这个是织女，所以这叫做桥。我们把它铺了一个喜鹊桥咯，那它就可以相会咯。所以用两个 EIT 铺成了一座桥 ，OK。那上面这边都是 E and I， 有没有？这都是 E and I， 这里是 E and I， 这里是 E and I， 把它合起来就成为应用框架咯，这就是 Android 的。应用框架里头的重要的内涵哦。OK， 那这个东西呢，这个有更多的弹性，因为它是一个配件，是属于可以在强龙提供框架的时候把这个纳进来，成为框架的一部分。那么也可以是由 AB 开发者自己来外加的，自己来加进去的，例子说，我们上一回合有看过的这个 SQLite， 这个 SQLite SQLite 这个 DB 这个 database 呢，它就属于 Android 应用框架。的一部分 ，OK。那么我们在上面在之前也提到过，我高老师还把一个日本的这个 Lint 的 DB 也把它纳进来。那这一个是我所选的，对不对？我所选的外加的这个东西，我可以归到我的 AB， 也可以来扩充，我也可以拿这个东西来扩充强龙的。框架咯，我也可以把它纳进来，成为 AP 的一部分。OK， 好，那这是在说明这个叫做配件配件是随时可以外加的。那这一个我们的 T 叫做插件现在我们用不同的术语叫插件。好，那有了插件、配件还有框架，就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可以执行的软件哦。那有了应用框架，接下来这个部分就是 APP 咯把所有的 T 所有的插件都把它集合起来，叫做 APP 咯叫做应用程序 OK。 所以我们用这个文字来做说明咯，从 My Activity 到 IP 接口，那我这边用一个虚线，这边虚线表示什么呢？
表示这个只是概念而已，因为跨进程这一个层级都是加法的啊。要了解目前这个都是加法的，这边也是加法，在加法的层级呢，跨进程是没有直接沟通的啊，它是透过底层，透过底层再来做沟通的。OK， 所以我这边画一个虚线，只是告诉你说，这是并不是真的，只是概念上，啊，是间接的调用到 IP 接口。啊，所以这边 My Activity 并没有直接有没有，并没有直接去调用这个 IP 接口，而是绕到底层啊的驱动层才接到的，才接到的。而且这个 IP 接口呢，也是一个概念性，真正访问到的是调用的是 EAEC 这个 transaction， OK， 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很清楚了哦。啊，我们原来是只是一个概念上说这个是 CODA IP 接口，但是事实上，实际上。啊，这是逻辑上的、概念上的，实际上的是透过 Linux 底层的啊 My 的 driver， 再透过 C 加加层，这是 C 加加层的，这个是 ZNI， 这我们之后会做很详细的说明啊。上面是 Java 的 ，OK， 所以它是透过这边的 EIT 啊，这个 EIT。然后它来调用这个的 transact， 再来反向调用到 on transact， 这个 on transact 再往上调用到 ESEC transact， 再往下调用 on transact， 才是调用到 service， 那 service 呢才会调用到 media player， 才会去找到的真正的跟这个牛郎跟织女啊，透过这么样子的过程才沟通起来的啊。那这个就是铺桥，我们看到了刚刚有看到这个牛郎跟织女在加化层有两个 EIT 来铺桥，这是另外一个 EIT， 其实不止，还有第三个 EIT， 这在铺桥上面第一个 EIT， 第二个 EIT， 就是第三个 EIT 才把桥铺起来，才让这个牛郎的 EIT 能够访问到，能够跟这个织女能够在7月7号，能够每年的7月7号都可以定时的来这个约会。好，那我们就帮你啊，我这一部分帮你说明怎么透过 EIT 来铺起这个喜鹊桥。OK， 谢谢。